我们首先来说手啊，看手的话，你先把食指拿出来，右手的食指，从看轨迹哈，从侧面，你的嘎子窝啊夹住，然后食指它朝上的，好，把你的大臂抬起来，把胳膊抬起来，抬到这个位置，所以说你的手其实是到后面去了，然后再打直贴耳朵指上去，最后再往下指出去啊，说连起来是一、二，指出去两拍，五、六、七，走一。二，大概指到前面这个位置，好，然后我们的手呢，好，第三拍的时候去做一个胸，去做个 up， 用你的后背去发力哈，记住，这里发力的时候做一个顶的动作，好 ，and down， 含胸啊，它是用力的，然后你的手呢，你的左手，你的双手啊，打开，五指张开，在收的时候握拳 ，up down， 胳膊架起来，不要掉下去啊。Up, down, OK， 说说连起来是五六七八走一、二、三、大 ，OK。然后呢，身体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这里给一个脚哈，脚的一个右脚立起来，脚尖点起来，然后整个重心其实会往右边多一些些啊。同时给手五六七走一，你可以看到你的手它会像跑步的一个动作，左手往下，右手往上走一。二，它是有那么带一丢丢 wave 的哈。一，二 ，wave 的话就是你能够带，尽量带上哈，带不了就要下去练哈。来，前、上、后、下四个点，前、上、后、下连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然后再去做，OK， 我们的脚呢，一、二，它会有一点点扣膝，要看重心在右脚啊，然后转动你的脚尖，把膝盖扣进去，然后身体上半身走，一、啊，不用那么多，一点就可以了，一、二，好，三的时候换重心，三，把重心给到左脚，弓字步啊，三打，哎，五两起走。三打五六七走，三打 ，OK， 五六七走，一二三打啊，出去收回来 ，Yes， 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打收回来啊，三打也是一样的，三打三打，你的脚也是有个开关开。关，现在重心在中间呢，最开始重心在右脚，然后转动脚尖回来，然后把重心挪到左边去，然后回到中间啊。OK， 把幅度做大一点点，然后这里其实刚好 U 的的啊，你们自己去听一下歌词好吧。五六七走，一，能做位我尽量把位加上哦。一、二、三，打四的时候再一次四。五，好，六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一个踢脚，来，就是感觉前面是有个易拉罐，你去把踢开了之后，嘿，就这种被惯性带上去这种感觉哈，五六七走，呼，同时手往下，如果是你穿的那种开衫啊，就是可以帅的去把它扒开，我估计穿的卫衣可能扒不开了啊，呼，这种感觉，呼。勾脚，同时踢勾脚，踢完之后你看脚掌出去勾起来啊，五六七的呼，好，我们的脚的轨迹呢，踢完之后它还会滑开，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再落下来哈，所以说呼，哈，哎，五六七的呼，哈，它是有个轨迹的哈，从左边开始，哎，弹过来落耶、OK， 好，落脚的同时去做啊，这里是第七拍。七打八打，大的时候打一样的，刚刚一样的打八四五六七打八打啊，对，这里七的时候 up 出去到右边呢，大的时候收回来，五握拳，然后这个时候现在是就直接是一个拳了哈。啊，就不开了，直接横含进去，你或者单手也可以啊。七打八打，就
或者双手都是可以的，只是说一个是张开，一个是没有张开啊。是第一个八拍，再看一次啊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打、四、五、六的时候来六，踢啊踢，手往下，然后身体会从左边到右边啊，第六六七的时候 up 出去，七打八打，再来一次，把连贯起来哈，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打，咱们继续往下学第二个八拍哈，然后呢，最后我们是在这里开关，开关，对不对？手都是架起来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记住啊，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摆胯是右左，所以说这里一定啊，你一定要把重心啊放在中间，腿打直，尽量就是不要把重心切到这边，不然等一下也好切，也好切哈。就硬切还是好切回来的，然后我们这里会涉及到一个 U 字摆胯哈，先蹲，然后左边转动脚尖，把你的脚后跟往前面走，然后蹲的时候转动它又回来，然后再给一个脚后跟哈，所以说是动你的脚后跟，来五六七走，一右脚脚后跟，左脚脚后跟收回来，好，第四拍左脚右脚的脚后跟 OK， 所以说我们往下蹲，蹲膝盖打开的时候朝二八方向啊，然后起来的时候把胯摆上去，一个 U 字摆胯，相当是这样的一个轨迹哈， U 字形， U 字形，然后把脚加上会更顺一点点哈，蹲的时候下去背打直，好，起的时候转动你的脚后跟回来，再脚后跟 OK， 所以说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 ，yes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手其实是随意的，一二三四放下来就可以了哈。再看一次，五两七走，一二三四，你可以去扒拉你的衣服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一二三四，五打六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先在这边。好，身体呢转到右边去，我们的手哈会有一个拉，五打六，五打，我们的手先拉上去，嘿，第五拍，五打的时候放下来，六的时候看近看前面哈，相当于什么，五丢上去，大的时候落下来，六的时候看前面哈，五可以变成一拍，五到这里哈，丢上去，大的时候落下去，六看前面，五打六，五六七走，五打六，然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，刚刚扭了，扭右边，扭左边，踏跳一步，右脚把左脚就是推出去，把重心给到右脚弓子步，呼蹲下去，然后收回来看正前方，所以说是五手往上，身体往下压，这种感觉啊，跳一下，五打落下来，六看准前方，五六七走，五打六，这里很帅的啊，五六七走，五打六 ，yes， 然后呢，身体完全对到右边，打六，好，七八的时候就是没什么动作，这个地方要等一下哈，你就可以放松，像是五打六七八，就是随便。就是你不动也没关系，但是呢表情要有，这个地方两拍啊，两拍，比如说五打六七八，你可以转身过来，可以转身体过来了啊，好，再看一次，五两七走，五打六七八，然后最后一点点的话我们就是一个 wave 哈，就是来先往上的，我们最后不是在这个位置吗，先做down，一二三四五，来先往下的时候啊，跨到这个位置，跨在前，胸也胸含胸，然后呢往前往上往后再往下，所以说是一二三四五六七
哇，然后传递到胯下面去哈，我们的重拍是往下的哟。down up down up down up down， 然后我们的这个动作怎么去理解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去做 down 的时候，把胯坐到右边去。那我们最后不是在这里的一个五打六七八一，一的时候就做右胯，推右脚做右胯，含胸。然后二三四五六，看我们一直在切换这个重心一样哈，坐直坐直，坐的时候含胸坐 down， up 的时候往上再坐 down， up down up down up down。 然后手呢，就是你就把衣服拉开，五六七的我们最后在这里哈，我拉不开了，就随我就模仿一下，五打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头歪着，或者是可以给一点点手。第三拍的时候会有个响子，你可以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结束。OK 吗？这就是我们最后这一趴，它会涉及到一个 wave 加跨步的一个基本功组合哈，其实就是坐跨起，坐跨起，然后坐的时候做 down， 起的时候做 up， 做 wave down up down up boom and boom and boom and yes。 好啦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，我们从头来捋一下，准备五两七走，一二，这里是有一个起范的，左手要下啊，一二三哒四五六七哒八哒，一二三四五哒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准备，一二三打，四五六七打。